鞭炮声隆隆震响，瞬间浓烟冲出，人与轿都被烟雾覆盖，宛如身处云里雾里，场面震撼。云林北港妈祖出巡，一堆又一堆的鞭炮等待妈祖来保佑，轿底鞭炮直接炸，瞬间火光四射。虎爷出巡同样气势十足，随行轿众全部一身虎皮衣，店家祈求保平安，同样鞭炮堆满满，狂轰猛炸。场内场外同样热闹，表演团体一个接一个，有啦啦队亮丽演出，载歌载舞展现青春活力，也有原住民卡通表演等，大人小孩看得目不转睛，宛如参与一场盛大嘉年华。来到北港亚妈祖可以看到一些热闹的更热闹的气氛，信众们涌入北港朝圣，而期待的义阁游行除了下午之外，晚上也会再次演出，把北港热闹盛事推上另一个高峰。记者廖文斌、黄祥富、陈志茂云林报道。